You know, most times, I like to just keep it simple. 结果我计程车都已经来了，然后但是我忘记带身份证，所以我现在又跑上来拿。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在状况，就是因为我们明天是搭5:12的火车，今天晚上先住在其中一个人家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家里面自己在家里面洗完澡，然后现在要去他们家汇合。I'm having a blast. Day I woke up, spitting the facts. I'm taking it back. Inserting out the gift from the bed. Welcome to some things they got nothing to add. After all, I'm at a place I never thought I'd get. We got a whole life ahead. That said, I'ma just live till I'm dead. Let's go.现在是大概3:50左右，然后我要赶快回我家拿我的隐形眼镜，因为我现在忘记带隐形眼镜出来，赶快拿完就赶快冲回来，然后我们要去搭计程车去火车站。就来不及等你了。先去吧。一个人走进去吗？好啊。看起来特别熟人。看你，看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。刚才都很缺的感觉。现在有点累啊。有点热。让我们先。啊，到了。因为跟我们人家可能好到了。Never gonna sleep. Never gonna wake. Sweet and light. Never gonna leave. Never gonna clear.
took the time to台中了。你们有看我有没有在画面的最这边？我们上传了，这样你们会比较开心吗？太尴尬了，比较开心一点啊，比较开心一点。俊轩。Hello， 你们到绿岛了，到我们到绿岛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。先进去了。干嘛？干嘛？
我们要现在要去拍照，然后拍完照要去吃饭。这应该一下就停了，我们再坐一下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然后可能会去拍一下照。Listen to some music after thinking way too long. And I swear I never choose it, but I always hear the song. 哇靠，超漂亮！超漂亮的哎！这真的好漂亮。我们要每个人都做不同的台阶，这样聊得下去两三个。你们要不要也开走那种注水吗？起来，那个泡温泉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已经要12点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要出去买早餐。吃完早午餐，然后等下去蓝洞。我们刚刚吃完早餐加午餐，就是吃那个热压吐司跟阿嬷的葱油饼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蓝洞，但是他们现在还在里面换衣服。在准备中，其实我有一点小紧张，因为我会游泳，
然后你看这真很漂亮，就是很多地方就很没有像在都市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希望我等下去兰州可以好好活着回来，因为好像跳水。2 hours later， 我们现在刚去完蓝洞，然后因为我们全部人都没有带手机，所以我们拿导游的手机来拍。没错，哦，拍到别人了。小心不要刮到。结果嘞，我们刚刚拍了一下照，然后想要怎么吃。我们完成刚刚的行程了，然后就要来喝冰哥。冰哥，晚一点再来买。飞机啊，为什么再也会有飞机？可能我们现在路过的地方，我、哦、靠，有超两只，应该差不多。我们刚刚骑车，然后经过的地方，所以决定停下来拍照。我们刚刚环岛完了，然后现在去吃晚餐，但是不知道吃什么，所以应该会随便找。没错，现在已经七点了，天还是没有黑。我们来吃这家什么隔壁间的，就它根本没有招牌，它是这里有一个
牌子，算看不到，反正我们找了超久才找到，希望现在有录到声音。就刚刚那家没有位置了。太快了啦！太我们现在在看星星。我们刚刚吃完饭。哎，我在讲话，我在讲话。我们刚刚吃完饭，然后去骑到山上去看星星。现在要走路去酒吧，想说可以去玩玩看，没错。他们现在有点吵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听不听。现在录不录我的声音？反正就这样，在后面。没错。还是看不到。一个地方，后日后就可以带回家。你可以点双双线的。然后呢，我包包带谁回去？我双双。我觉得应该要冲上。好，来干杯吧。甜不辣吧？各位，我们哦，这里面有不要去啊？好吧，好，现在吃吗？完全没问题啊。哇，我们现在已经喝完酒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回民宿。然后你看，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但在这里 ，Hello。然后虽然大家都以为我醉了，但我 actually 我其实没有啊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刚去完酒吧，然后我们认识了几个新朋友，但我镜头怎么那么脏啊？我才要走路回去，然后整条路都没有人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是要700公尺回去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累，对。但我们还是得继续走，对吧？现在是3:30，我们非常的累，但是我们他妈的那是泡温泉，那有病呢。OK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我可能会放弃吧，但是还是可以记录一下你们可爱的脸。
sweet love back, and I want my old life. I'm sorry about last night. I'm crying my eyes out, wishing that about last night. fill my glass with empty promises. 我们现在看完日出了，只能说有点累，有点饿，但好像没办法睡觉。对，日出出来了。他这样被自己被关在这里，他跟自己大便摔一起。我们刚吃完早餐回家，然后现在等他们洗澡，所以我决定来。先睡一下，我们现在要退房了。我们这几天大概只有睡不到五个小时，对。但反正我们现在要退房，然后要去吃饭，然后去搭床。现在大概是10点左右，然后要去吃个东西，然后就要搭车搭船回台东，然后去台东再继续玩。对，那我必须得说，我真的超累，而且我是很憔悴，因为我们这几天都没有睡。没错，好，我们这样，而且我觉得肚子上有点水肿。怎么办？我们吃完了，我们刚刚还完车，然后现在要。现在要准备去搭船，有个热的，拜拜。但现在也蛮大的。